来关心天气，现在外头天气非常好，不过早晚的日夜温差会很明显，提醒观众朋友们入夜之后要多留意温度变化。而至于原乡部落详细的天气资讯，一起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首先我们看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最低温是19度，最高温24度。而在太武来一根春日最低温17度，最高温25度。我们看到三地门雾台马家最低温15度，最高温25度。而在高雄的原乡桃园大马下茂林最低温10度，最高温23度。而在嘉义的阿里山最低温11度，最高温21度。南投的仁爱、鱼池、水里、信义最低温8度，最高温21度。台中的和平区最低温10度，最高温20度。苗栗的南庄、狮潭、泰安最低温14度，最高温19度。新竹的关西、尖石、五峰最低温10度，最高温20度。新北桃园的乌来跟复兴最低温14度，最高温20度。宜兰大同南澳最低温13度，最高温22度。花莲的新城、花莲市吉安最低温21度，最高温24度。而在秀林跟万荣最低温14度，最高温23度。寿丰跟丰滨最低温18度，最高温24度。凤林、光复、瑞穗最低温19度，最高温23度。卓溪、玉里、富里最低温8度，最高温22度。而在台东的东海岸，长滨、成功、东河最低温21度，最高温23度。池上、关山、海端、延平最低温14度，最高温22度。杜野、台东市还有卑南最低温19度，最高温24度。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最低温16度，最高温25度。而在台东的兰屿最低温23度，最高温25度。我们看到外岛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最低温17度，最高温22度。